喂，干什么？走了。是啊。去哪里啊？回家干饭。不干饭行不行啊？不干饭会饿啊。工人，我肚子痛。姐姐，给。喂，又怎么了？一起干饭啊！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天地一号爆款苹果醋饮料，酸酸甜甜的味道，喝着它，干饭都更香了。就像你一样，让我一见钟情。而且最近刚好有优惠，买一箱送一箱。拿走啊！干饭就要天地一号。